曹格吴树林去年11月结束14年婚姻之后就各自发展事业。吴树林时常会在社群分享自己的生活跟穿搭。13日他发业配文，好友德翔海运少东陈少祥留言说了锦缎很美，吴树林回说很美，你看我都硬蹲下来跟他合照了。不久后曹格出现，不仅对两人对话暗赞，先留了很美哦，过一下子又说其实很普通。结果吴树林跟陈少祥都没有回应，他又用英文说了怎么了，为什么那么安静，之后又把留言全部删除，在自己的社群连发了9篇文，除了有日常的家庭生活照，还有跟吴树林求婚跟婚戒的照片。而这些过往的甜蜜他自己也后悔的说，我生命最美好的时刻到目前为止曾说过的承诺保证都废了，祝福吴树林下个男人会更好，更坦诚自己还是爱着他等等。对于曹格脱序的行径，有网友觉得他应该是喝醉了，对此他也在动态飙脏话回应，表示自己一滴酒都没喝，也向一瓶新闻网表示他在疗伤中，面对自己内心的伤，在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，不让大家担心。除了谢谢关心之外，他也希望大家能多关注他的音乐作品。